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谢谢大家。这首开篇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三国演义》最著名的开篇词。那么说这几句呢，咱们说一段《三国演义》的回目。今天我想到这个故事呢，就是三顾茅庐，隆中决策。为什么呢？熟悉我的朋友，今天在座有不少老朋友，也有不少新朋友。新朋友呢，您可能不知道我何许人也。那老朋友呢，常听书。我说《三国演义》，基本上是从头开始说。我说的是基本上。那么这个《三国演义》，您要看，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演义》的。即使您没读过原著，那过去有很多说书家也说《三国演义》。那么熟悉《三国演义》的朋友，基本上都很熟悉赤壁之战，但是前面、后面很少说。那我说《三国演义》从哪儿开始呢？十常侍作乱，董卓进京。从这儿开始说，一直说了多少呢？基本上75分钟一段，75分钟一回，我说了130多回，列位啊，了不得吧？谢谢大家。所以我把前部《三国演义》已经说完。130多回才说到哪儿呢？才说到曹操进封魏王。您要看《三国演义》原著，上下两册，我基本上用130多回，每回75分钟的时间，说了上半本原著，还有一半没说。那么这就是后部《三国演义》。后部《三国演义》什么时候说呢？看机会啊。那么这个小小的成书馆，我说这是北京最高大上的书馆，如果各位热情支持啊，您关注我们的微博，关注我们的微信，都是这个名字，成书馆。那您也可以推荐给朋友，有大家支持，我们这个书馆能够维持下去，将来呢就给您开长书。那么说长书，鄙人很适合说一些名著啊，您看您喜欢听什么，那我们也可以做个问卷调查啊，您看您喜欢听什么，我们将来可以给大家开这个长篇。那么《三国演义》我说了130多回没说完，但是其中呢有几个片段我曾经说过啊，在有些场合可能单拿出来说过。为什么要单拿出来说呢？我比不了以前的老艺人，以前的老先生说书每天2个小时，2个月或者3个月一转儿，那可能就说很经典的赤壁之战这部分，2个月一遍，您说他活到就算活60岁吧，他这一辈子能说多少遍三国？那我呢，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说了半部三国一遍而已。您要让我把后半部三国说完，然后再从头再来一遍，几乎不大可能。所以呢，找着机会，就把一些经典的片段拿出来说一说。那么您不能把我们这些年轻人跟过去老先生比，老先生每天说2个月一遍，他老说这赤壁之战，您说他说了多少，闭着眼睛都说了。那我们不是，我们呢，一番拆洗一番新。今天有这么个机会，再给大家说三国，我就选了隆中对。以前说过，为什么还要说这个隆中对？就是因为应时应景，因为有老朋友熟悉我，我曾经啊退隐山林，我本来隐居了，这个蓬门陋巷交几个小小蒙童，也就罢了。但是呢，这个有天宇兄啊，登门拜访，请我出山，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也算不算三顾吧？对，这天宇兄还差我2顾，那怎么到得请我3次我才能出来？结果呢，我这个受天宇兄所托，那我就出山相助，
所以呢，我想呢，我说这个隆中队这故事呢，也算应时应景，也是我现在的心情。那么说到这隆中队三顾茅庐，大家太熟悉了。这故事什么时候呢？建安十二年。建安十二年哪一年呢？公元207年。如果您熟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段落就是赤壁之战。一说到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大军南下。建安十三年是公元208年，整整在赤壁之战前一年，几乎是整整一年，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刘备手下新收的这位军师徐庶徐元直辞别刘备，赶往许昌。为什么？徐元直的母亲被曹操困在许昌，徐庶弑母至孝，明知是计，明知是诈，也必须辞别刘备，赶往许昌去见自己的母亲。那么辞别刘备之前，临走的时候，徐庶徐元直啊，觉得对不起刘备，也太喜欢刘备了，英明之主，现在我不能全始全终的辅佐他，那我必须给他推荐一个能人来辅佐他。于是徐庶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在临行之前向刘备推荐了一位能人，告诉刘备这个人现在居住在襄阳城外20里地隆中，躬耕隐居，此人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所居隆中有一带高岗，名为卧龙岗，道号卧龙先生。您要是能把这个人请出来辅佐您，不亚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就如同周文王当年有姜尚姜子牙，大汉朝有张良张子房一样。您必须把这个能人请出来。所以您看，刘备之所以愿意三顾茅庐，这个宣传是很重要的，那而且宣传的这个人很重要。你像我们这个成书馆啊，天宇兄大力宣传，把我这么一个不见经传的没名没腕的这么一个人推上来，那就如同当年徐庶徐元直推荐诸葛亮一样。那么徐庶在刘备手下虽然干的时间不长，但是给刘备立下一项大功，立刻取得了胜利，打败曹操的大军，所以刘备对于徐庶非常敬佩。所以徐庶推荐出来这个能人，而且告诉刘备这个人比我徐庶徐元直高之百倍，高之万倍，万不能及的，要想和这个人相比，只有当年姜尚姜子牙和张良张子房。那么这个人呢，诸葛亮隐居隆中，自比管仲乐毅，在徐庶看来比小了，管仲乐毅不如诸葛亮，只有吕望和张良可以相提并论。那刘备一听太高兴了，其实心里想，你走你的吧，你推荐这个人太好了。那刘备脱口而出一句话，你为什么不把他请来呢？既然有这样的能人，你把他请来辅佐我，你再走多好。但是徐庶告诉刘备，此人不可屈制，您呢必须亲自登门去请，这是大贤，而且请一定要恭恭敬敬。有徐庶推荐在先，那么徐庶走了之后，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离开刘备，刘备回到新野县，立刻准备丰丰盛盛的礼物，就要带着十数名从人，带着礼物，带着自己关张两位贤弟，立刻要赶往隆中，求贤若渴呀。
为什么求贤若渴？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个宣传的人物，就在徐庶、徐元直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当初刘备赶赴襄阳大会，马跳檀溪，误走水镜庄，遇到一位隐士高贤，水镜先生叫司马德操。就在水镜庄遇见这位司马德操，水镜先生，那刘备马跃檀溪来到这儿，孤身一人，而且衣襟尽湿，袍子都湿了，穿的鞋也湿了，狼狈不堪呢。这位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一看刘备，您就是大汉皇叔啊，您的名声太大了，我久闻皇叔之名，您怎么现在落魄成这样呢？这太惨了，孤身一人也没人保着，您别说当初刘备大汉皇叔了，现在弄一三流演员出去也大保镖大墨镜，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满意，那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也在其次，曲演员现在也有这样的，比如说相声的啊，我就曾经见过雁别翅排开戴大墨镜呵横着走道，那刘备什么人物？大汉皇叔。所以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一看，您怎么落魄成这样，下半身全湿的。刘备说了一句话：“哎，我呀，无德无能啊，所以现在落魄成这样。”司马德操把头一摆：“非也，皇叔。”您之所以现在落不成这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您左右没有能人。司马德操这一句话，列位您可记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醒。什么叫先人指路？什么叫高人？点你一句。这个刘备啊，一开始还不服。司马德操告诉刘备：“您左右没有能人。”刘备立刻反驳：“先生，我刘备无德无能，没有什么才学，但是我身边不能说没有能人，文有谋臣，战有武将，要论文，我手下孙乾、简雍、糜竺、糜芳；要论武，关张赵云，万夫不挡之勇，你怎么能说我手下没人呢？”所以刘备一听这个话，他心里还是不服。那么司马德操把头一摆：“孙乾、简雍啊，白面书生耳，不是治世之臣。您需要的是帅才，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物。关张、赵云、隋勇，在您手下如何？打一仗败一仗。到现在，您唱着《流浪者之歌》，阿巴拉姑了就。”所以您现在缺少这样一个指挥人才，您左右没有这样的人物，虽然有关张赵云之勇，但是您不能更好的利用他，您就不能取得胜利。所以有司马德操这一句话提醒，刘备就如雷贯顶，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我节节败退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在刘表手下小小新野县弹丸之地，我怎么老打败仗，原来是我没有能人。结果离开水镜庄就遇到这位徐庶、徐元直，当时徐庶自称叫善福，没有说自己真名实姓，而且在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庄上，刘备也听说了一句话叫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等遇到这位徐庶自称善福，刘备以为这位善福就是伏龙凤雏之一，而且跟徐庶平常谈话的时候谈到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这件事儿，徐庶、徐元直都是含糊其辞，没有说破，他也不说谁是伏龙谁是凤雏。那么刘备就满以为这位徐庶、徐元直就是伏龙凤雏之一。等到徐庶、徐元直临行之前走马见诸葛，这才告诉刘备，襄阳城外20里地隆中这位诸葛亮
道号卧龙。刘备这个时候如梦方醒，哦，难道说当年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所说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中，这伏龙就是这位卧龙先生诸葛孔明吗？刘备到现在第一次把这位伏龙、卧龙、孔明对在一起。您想，诸葛亮名不见经传，第一次进入到这位大汉皇叔的印象里面来，所以徐元直推荐在先。那么还有一位先生，就是这位司马德操推荐在后。徐元直刚走，刘备准备丰丰盛盛礼物，准备带着关张二弟十数名从人离开新野县，赶奔隆中拜访这位诸葛孔明。还没出门呢，门上军吏来报，门外有一位先生，哎呀，道貌岸然，非常的潇洒，世外高人的相仿。刘备以为诸葛亮自己找来了，自己来找我来了。出门一看，不是，一看谁，正是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司马德操来看望徐庶，没想到徐庶已经走了。刘备就告诉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徐庶虽然走了，但是徐庶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但是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这位司马德操第一反应就是，哎，徐元直，你走就走吧，何苦把孔明推荐出来让他呕这份心血。所以司马德操并不赞成孔明出山，他知道孔明出山也不能扭转乾坤，于事无补，空费心血而已。但是刘备一看，哎呀，先生，这位孔明先生就是您所说的那位伏龙，不错，正是伏龙。伏龙为孔明，凤雏为庞统。这位孔明啊，高卧龙中，自比管仲、乐毅。您看，司马德操再次提出来，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这一说，刘备身边有人不服了，为什么？有一个人熟读春秋啊，就是关羽、关云长。刘备的二弟关云长站在刘备身后，推五柳长髯，微睁丹凤目一听，司马德操说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这位关云长啊，微微一晃身形，五柳长髯在胸前这么一摆，把嘴轻轻的这么一撇，哼，哼了这么一声，先生，管仲、乐毅何如人也？项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下棋72城，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那诸葛亮焉能比得？这位司马德操一看，哼，哎呀，二将军，要依我看，高卧龙中这位孔明先生不仅可以比管仲、乐毅，我还可以把他比作二人。先生，可比哪二人？兴州800年之吕望，望汉400载之子房，两回了。所以我跟您说，徐庶、徐元直推荐在先，司马德操推荐于后，这两次宣传攻势非常了得，都把诸葛亮比作当年的姜尚和张良。那么刘备太高兴了，司马德操扬长而去。临走之先，出了新野县的县衙，这位司马德操仰天长叹，
孔明啊，孔明，孔明，你随得其主，不得其时。列位，您可记住了这八个字，司马德操这八个字，是对孔明一辈子，诸葛亮一辈子最好的总结。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这位司马德操扬长而去，刘备立刻带着关张二弟十数名从人，丰丰盛盛的礼物，骑着马赶奔隆中。这是刘备头顾茅庐，第一次来到隆中。万没想到，这位刘备兴冲冲而来，到了诸葛亮门前，小童儿一开门，这刘备深施一礼：“汉左将军宜城亭侯，司隶校尉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孔明先生。”这小童儿一看，记不住，哪儿这么一大串儿？怎么这么多名头啊？记不住啊，就说新野刘备特来拜见孔明先生，没在家。你看，兴冲冲而来，小童儿一句话没在家，连门都没进。所以您看《三国演义》写得好，三顾茅庐，这个层次叫循序渐进。头顾茅庐，到门外了，未登堂未入室，让小童儿直接就给拦了。什么大汉皇叔左将军宜城亭侯，先生没在家，走吧。这位刘备兴冲冲而来，闷沉沉而去，拉着马往回走。走到半路上，看见一位先生，刘备以为是诸葛亮，过去一盘问：“柏陵崔州平。”不是诸葛亮。所以头顾茅庐，刘备没有看见诸葛亮。这是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到了建安十二年年底十二月，大雪纷飞，风雪漫天，有人来报说孔明先生在家了，回来了。刘备第二次带着关张，带着十数名从人，带着丰丰盛盛的礼物，二顾茅庐，趟风冒雪，还没见着诸葛亮。到了诸葛亮家，这小童儿还挺坏。刘备一问：“小童儿，先生在家吗？”“在家，在堂上。”把刘备引进来。刘备来到堂上一看，这堂上抱膝而坐，坐着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刘备以为这位就是诸葛孔明先生，深施一礼呀，新野刘备拜见孔明先生。坐在堂上这位年轻人一回头：“啊，你找我二哥呀？”这刘备的心呢又凉了。二顾茅庐，又没见着诸葛亮。堂上这位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刘备给诸葛亮留了一封书信，让诸葛均转达给诸葛亮。出门刚要上马，风雪之中，一老者骑驴而来，口中吟诗。一吟诗，这刘备以为这位是诸葛亮，顾不得上马了，赶紧奔上前去，深施一礼：“哎呀，新野刘备拜见孔明先生。”这老头骑在驴上一看：“哦，你找我姑爷呀？还不是诸葛亮？为什么三国演义里要这么写？”一而再，再而三地渲染刘备的心情，就要思贤若渴。为什么？刘备厮杀半生，到现在年近半百，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终于司马德操告诉他：“你手边没有能人。”刘备终于明白了，一定要得到一位高人，所以叫思贤若渴。就如同长夜之人盼天明啊，见灯光，见星光，见月光，都以为是曙光；如同久旱之人盼甘霖，听虫声，
听鸟声听风声都以为是雨声，所以刘备见着一个读书人就以为是诸葛孔明，见着一个读书人就以为是诸葛孔明，见着一个吟诗的就以为是孔明先生，见着一个吟诗的就以为是凤雏卧龙先生，所以刘备已经有点魔怔了，这个思贤之心呢已经到达极致，头顾茅庐二顾茅庐都没有看见诸葛亮，诸葛亮都不在。那位说真不在吗？未见得。你要让我说呢，这就是演戏，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诸葛亮也在扮演自己角色。诸葛亮很年轻啊，为什么刚才我说拿我打比方，我比诸葛亮老多了，我现在是怪叔叔。那学校里面以前教过的学生管我直接叫吴哥，叫哥哥，现在在教的学生直接就叫叔叔。那我现在这岁数比诸葛亮大多了，诸葛亮20出头毛头小伙子，没有徐庶、徐元直的推荐，刘备根本没听说过这么个人，真的是名不见经传，没名没腕。所以诸葛亮一定要很好的营销自己，给自己塑造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非常神秘的形象，来一次不能让你见着，来两次不能让你见着。而且我下这个定论是有根据的，刘备两次到隆中没有见着诸葛亮，诸葛亮一定是有意回避。为什么呢？如果说诸葛亮真不知道刘备来拜访自己，有可能诸葛亮自己出去玩去了，或者真的没在家，有可能啊。但是诸葛亮事先知道刘备要来拜访自己，为什么？因为徐庶、徐元直走马见诸葛之后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了，徐庶自己不放心，一手托两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然后徐庶一拨马来到隆中面见诸葛亮，告诉诸葛亮我把你啊推荐给刘皇叔了，过不了多久刘皇叔就会登门拜访，你一定要出山相佐，这个人太好了，这是英明之主。徐庶、徐元直是很欣赏刘备，兴致勃勃也向诸葛亮推荐刘备，可是万没想到诸葛亮面沉似水，把羽扇往桌上这么一摔，站起身形啊，用手一指徐庶，说了一句话：君以我为享计之牺牲乎？然后拂袖而去走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徐庶、徐元直把我诸葛亮当成祭祀的时候献给神明的那个猪、那个牛、那个羊，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牺牲这两个字，在座有不少小朋友可能刚识字，你要写这两个字，牺牲这两个字都是牛字边，这两个字的本意就是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个动物，牛也好，羊也好，马也好，但是呢讲究的是纯色。所以你要常听说书的人说呢，乌牛白马祭天地，纯色的动物敬献给天地神明。所以诸葛亮很不高兴，你徐庶、徐元直把我当成奉献出去的那个祭品一样就把我献出去了，你知道我愿意不愿意出山呢？而且这个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得考验考验。所以徐庶告诉诸葛亮刘备会来找你的，而刘备来了一次没见到，两次没见到，这一定是诸葛亮有意安排，故意避而不见。虽然有人推荐我，你来请我，但是我也得考验考验你，因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不仅臣则君，君则臣，这是我们用现代话说双向选择。反正我毕业工作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还有这种说法，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说法，那叫双向选择。
你选择这单位，单位也选择你。那么诸葛亮心中也是这样想，不仅君要择臣，臣也要择君，我得看你是不是英明之主，你是不是真的求贤若渴，所以两次避而不见。那么刘备第二次算登其门入其室，但是照样还没见到。到现在，今天咱们说这个故事，三顾茅庐第三回了，这是转过年来，建安十三年春，就是公元208年春天，刘备派出人大探消息，有人来报，孔明先生回家了，这回准在家。刘备立刻吩咐，哎呀，换我家两位贤弟把礼物准备好，立刻跟着我到隆中再访孔明先生，要三顾茅庐。刘备打算三顾茅庐啊，关羽张飞不高兴了。关羽头一个来到大哥面前，大哥，两次相访，其礼太过，您不要再去了。对于这样一个山野村夫，您这样的礼貌有点过分了。所以关羽很不高兴。刘备一听，哎呀，我家二弟熟读春秋啊，我得拿春秋的典来压他。所以刘备手捻胡须看了看关羽，二弟，岂不闻齐桓公访东郭野人，无反方得其见呢？那刘备也不是光吃草鞋啊，有时候也卖席子，不是光干小买卖。刘备也读过书，虽然读得不太好吧，不能和诸葛亮相比，那刘备也满腹经纶，说出话来也会拉点。说刘备说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是春秋时候的一个典故，齐桓公，春秋五霸，齐桓公去拜见一位东郭野人，这个东郭野人呢是当时的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布衣的老百姓。这个东郭野人叫什么呢？叫小陈纪，本来是个普通老百姓，但是呢小陈纪，齐桓公听说这个小陈纪号称叫东郭野人，很有才学，齐桓公呢就打算拜访他，一天连去了三趟，没见着这位东郭野人，没见着这位小陈纪。那么这个齐桓公手下也是劝齐桓公，主公啊，您是万圣之君，您是大国君主，您去见这么一个普通老百姓，一天去了三趟没见着，就不要再去了，有失身份，您不要再去了。齐桓公一听，哎，不然不然，这些有才能的人士，他们呢眼中看不起王侯爵位啊，古代有很多这样的文人，很多这样的文士，就甘于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现在很多读书人不是，那得争职称啊，对吧？哎，不管在哪儿发表个论文，弄个职称，哎，涨点工资，这都是各种各样的诱惑。那古人有很多甘老临泉。那么齐桓公就说了，这些有才能的人，看不起王侯爵位，但是这些我们这些做主公的，不能看不起自己的霸业，要想成就霸业，必须去请教这些有才能的人。所以呢，齐桓公去了多少趟呢？去了五趟，终于见着这位小陈纪，就是这位东郭野人。所以刘备一看关羽不高兴，立刻就脱口而出说出这么个典故，齐桓公见东郭野人无反方得其见。关羽一听啊，这关羽把头一低，关羽心说，哎，这位诸葛亮啊，您见吧，
五次估计您也见不着，估计啊他没有什么才学，故意避而不见，怕见您。但是大哥已经说出来了。关羽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愿随大哥前去。张飞在旁边一听，哎，大哥。刘备一看，三弟怎么样啊？哎，大哥，那诸葛亮是甚等样人？三弟，诸葛先生乃是当世大贤呐。哎，什么叫当世大贤？三弟呀，当世大贤就是大贤人呐，圣贤之人。嘿嘿，大哥，依俺老张看来，这诸葛亮果真是大贤人，扫天刮地铺炕叠被儿，游山玩水摸牌打会儿，他好闲呢。刘备一看，三弟，这是怎样讲话？我说的是圣贤之贤，不是清闲之贤，那孔明先生当世之圣贤也。张飞把大黑脑袋一拨楞，大哥，什么圣贤？依我看他就是大闲人，整天东游西逛，闲得没事儿。大哥，这回您甭去了，交给俺老张。刘备一听，三弟，你要怎么样？带老张前去请这位大闲人。三弟，你要怎样的请法？他要是愿意来，跟着俺老张来；他要不愿意来，俺老张准备上这么一条麻绳，我把他捆也捆了来，绑也绑了来，我看他来还是不来。刘备一看，啊，嘟！三弟，如此岂是请贤之道啊？拿条麻绳去。这是绑犯人呢，三弟啊，你要是不愿意前去，你呀、留在新野县看家，不要去了。刘备把脸一沉，我跟你二哥前去，你在这看家吧。张飞一听，哎，不，哎，大哥二哥都去，俺老张岂能落后？俺老张愿意前去，你要愿意去啊，把你那音量调小点，说话别咋咋呼呼的，那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住的地方都安静。你给我把音量调小，小声说话，休得裸噪，不准惊扰大贤，听到了没有？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切记呀、切记。哦，是。张飞不敢说什么，不敢违拗大哥的话呀。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十数名从人，风风盛盛的礼物，第三回离开新野县，赶奔隆中，三顾茅庐。书说简短，来了两回了，轻车熟路，太熟悉了。眼看着到了隆中了，离诸葛亮住的草庐还有半里之遥，这位刘备一勒马，吁，把马勒住。刘备翻身下马，从马上下来，一牵这个缰绳，关羽、张飞一看，啊，大哥，因何下马？张飞一看，大哥，离着还有半里地呢，你这么早下马干嘛呀？刘备一听，你二人也下来。大贤居住之处，岂容我等骑在高头大马上大模大样前去？就此下马，拉马而进，半里之遥，我们走进去以示恭敬。刘备多会演戏，得把自己这个恭敬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离着半里地就下来了。张飞、关羽赶紧甩灯离鞍，也下了坐骑，跟着大哥牵着缰绳，那后面的从人更得下来了，大家伙牵着马往里走，走了没多远，
刘备一抬头，迎面来了个读书人，年纪轻轻。刘备一看，哎呀，诸葛均。刘备抢行一步，哎呀，先生，刘备又来了。诸葛均一看，哎呀，皇叔，您又来了，还要见我家二兄吗？先生，您家兄长可在家中否？刘备这心呢，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我这离了半里地就下马了，这回在不在家呀？诸葛均一看，哎呀，皇叔，您这回来着了，二家兄正在家中，您呢，赶紧到家中去见我兄长，我还有事。诸葛均深施一礼，扬长而去走了。刘备一听，哎呀，把这心呢往肚子里放了放，终于在家了，太不容易了。张飞在旁边一看，哈哈，瞅着这诸葛均的背影，这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怎么如此的无礼？既然你哥哥在家，把我弟兄引荐进去，哎，飘然一拜，扬长而去，这是何道理？这年轻人，咱老张赶上前去。刘备一声，哎，三弟你要干什么？我与他理论理论。三弟，忘了我的话吗？不准鲁莽。人家各自有各自的事，既然孔明先生在家，我等前去拜访也就是了。刘备带着关羽、张飞，牵着马，来到诸葛亮住的这草庐之外，啪啪啪叩打柴扉，一敲门呢，功夫不大，脚步声响，吱扭扭，柴门一开，小童儿迈不出来，一抬头，哟，您又来了，都又来了。刘备一看，啊，小仙童，你认得我了？啊，我认得，你不是那一大串的皇叔吗？是头回来就说了一大串，别都没记住，就记住一皇叔了。您是那一大串的皇叔，对不对？啊，是是是，正是。小仙童，先生在家吗？嘿，皇叔，您这回来着了。我家孔明先生昨天晚上刚回来。回来是回来了，皇叔啊，昨天晚上回来，这里有点累了。今天呀，刚吃完午饭，昼寝未起，在堂上睡觉呢。皇叔来了，我进去把先生叫起来，您二人见面如何？刘备一听，哎，别，小仙童。既然先生在堂上高卧，千万不要惊扰先生啊！待我刘备跟随仙童进去，我在堂下等候先生，什么时候先生睡醒了，我再去面见先生也不迟。小仙童，烦老仙童头前带路。这小孩一听，行吧，皇叔，那您跟我进来。这小仙童一点手啊，让刘备跟自己进来。刘备一回身，二弟、三弟，你们在门外等候，把马都牵远着点，不要惊扰先生。先生在家中，你们都往远站。三弟，说话不要大声，脚步放轻些，不要惊扰先生。这里面有位隐士高贤。王元战，王元战，是。关羽、张飞带着十数名从人，把马匹拉得远远的，怕这马叫啊。王元战，恭恭敬敬，在门外等着。刘备，
正官吕然赶扫尘土，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齐齐，跟着小童儿进来要见这位孔明先生。这小童儿在前头引路，一看这位刘皇叔啊，这位皇叔事儿还真多，进来之前先一个劲儿捯饬啊，真恭敬。小仙童在前头引路，进柴门有道中门，进了中门几间茅屋，正房三间，一明两暗，明间这儿呢挂着竹帘，隔着这层竹帘刘备就看见了，竹帘之中堂上铺的是榻。列位，我说的是东汉末年的故事，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席梦思床，这都没有，坐卧都在榻上。那么诸葛亮就躺在堂上，隔着这一层竹帘，刘备隐隐约约就看见一个年轻的读书人仰面朝天躺在屋中，正在睡觉。刘备现在的心情兴奋紧张激动，另外也踏实了。为什么？终于诸葛亮就在这儿了，跟我隔了一层竹帘而已。刘备恭恭敬敬往台阶底下这么一站，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写了几个字，说刘备插手立于阶下，就这样，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两只手这么一插，半鞠躬姿势，在台阶底下这么等着。诸葛亮在堂上仰面朝天这儿睡，小童儿一看，先生在堂上高卧，皇叔您就站在这儿啊。啊，小仙童，你忙你的去，不要惊扰先生，我在此站一站没关系，我等一等。站了多长时辰？近一时。过去写一个时辰，用现在话说两个小时过去了。刘备插手而立，立于阶下，两个小时够可以的。两个小时，这位诸葛亮在堂上没动窝，刘备在台阶底下隔这层竹帘听见轻微的呼吸之声，没有打大呼噜的，那不叫诸葛亮，微微的有些呼吸之声，刘备听着，先生好睡啊。刘备恭恭敬敬在这站着。刘备现在既兴奋又激动又高兴又喜悦，但是我跟您说了，他的心情里面有一层心情就是踏实，因为诸葛亮就在眼前，甭管他什么时候醒，我迈一步就能见到他了。刘备是踏实，门外还有两位呢，关羽也还在其次，关羽很沉稳，站在门外手摁佩剑推五柳长髯。大哥说了，在门外势力，关云长就在门外安安静静这儿等着。张飞不行，张飞一看怎么这么长时间，俩小时过去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二哥，三弟，二哥，大哥进去快一个时辰了吧，怎么一点动静没有？这跟先生这儿聊上了，聊上也应该说话有事。三弟，大哥与先生说话都跟你这嗓门似的吗？那岂能听见？二哥，我进去瞧瞧去，我进去瞧瞧，我看看聊什么，我不出声行吗？三弟，千万不要惊扰先生，不要惹大哥生气。二哥放心，我不出声，我悄悄的进去，我悄悄进去。张飞手按佩剑，一撩自己的袍襟儿，高抬腿，轻落足，从门外可就进来了。关云长不放心呢，紧随其后，唯恐自家三弟惹出事儿来。
关云长在后面也是蹑足潜踪，跟随在三弟身后。张飞按宝剑棒撩袍巾，高抬脚，轻落足，进了柴门，来到中门。单老张看上这么一看，站在中门，张飞这么一看，嘿嘿，我家大哥恭恭敬敬站在台阶底下，怎么着？堂上那位先生仰面朝天那睡了，拿我家大哥当他学生罚站呢，这是，这还了得？张飞站在中门这儿，拢目光这么一看，扎扎，刚扎两下，关云长在旁边这么一摁，三弟，不要惊扰先生，不要惹大哥生气。张飞这儿，扎扎，嗯。愣把这挖丫丫给憋回去。二哥，这个先生欺人特甚。关云长一看，三弟，三弟，你跟我出来，死拉活拽，要把张飞拽出去。张飞不动啊，在这正啊。关云长拽着张飞，三弟，三弟，你别在这儿吵吵，你赶紧跟我出去，你呀、啊。跟我出去，那儿有好事儿，听段单弦儿啊，再说。书接前文，刚才呢，给您说到刘备在阶下插手而立，关羽、张飞等不及了，尤其是张飞呀、啊，张三爷暴脾气，在中门这儿一看，自己大哥。恭恭敬敬站在台阶底下，就跟小学生罚站一模一样啊。张飞不干了，关羽赶紧拉张飞出去瞧瞧村里来唱单弦的了，赶紧，我带你听一段去。张飞不听那个，张飞站在这中门这儿还跟那正吧。关羽往外拉，张飞在那儿。这先生欺人特甚，胆老张冲上前去，关羽使劲的往外拽，这俩人你推我搡这么一争，这有动静啊，这院子不大，刘备就站在台阶底下，刘备插手而立。两个小时过去了，刘备也微合二目。这么会儿功夫呢，听见中门那儿有动静，刚才给您学了，张飞愣把这挖牙牙给吞下去了，他多难受！您想，那张飞非得把这挖牙牙打出来，他才痛快呢。让二哥愣给按下去了。刘备站在台阶底下一听，嗯，先生家养狗了，那护食的声。哪儿呢？你顺声一看，哟，这二位站在中门那儿，正推推搡搡呢。刘备一看，什么意思？你们俩都给我出去！不敢说话，先生就在这儿睡觉呢。出去，那意思，直摆手。张飞一看，大哥摆手让自己出去，不敢不听话。关羽一使劲把张飞给拉出去了，死拉活拽把张飞拽到门外。张飞一出来，呵，这先生欺人特甚，出来就找，满地也找。关羽一看，啊，三弟，找些什么？哎，我找柴火。啊，三弟，找柴火作甚？我呀，到这先生堂后放上这么一把火，我看他睡也不睡呀。关羽一听，哎呀，三弟，休得鲁莽，难道你要惹大哥生气吗？在此安安静静等候。
这张飞其实也糊涂，他打算找点柴火到后头放火，一放火我看你诸葛亮起不起来，还那睡吗？他多糊涂，诸葛亮火神爷转世，一辈子最会用火，初出茅庐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白河用水，到最后火烧赤壁，这诸葛亮一辈子放了多少把火，容你张飞在这儿放火？张飞也是气急了，关云长死劝活劝把张飞安抚住，哥俩在外头安安静静等着。按下这哥俩不说，再说刘备刘玄德，刘备一看关羽把张飞拽走了，哎，偷眼一看堂上刚才这儿一乱，多多少少有点动静，唯恐惊扰先生。刘备回头一瞧，诸葛先生啊翻身了，动了。刘备很高兴，哎呀，先生醒了，你别看二弟三弟这么一闹啊，把先生叫醒了，终于我可以见着他了。刘备一撩自己的袍襟，迈步打算上台阶进去，就见诸葛亮了。隔着这层帘笼一看，诸葛亮在里头，本来仰面朝天躺着，这一动啊，诸葛亮也许听见了，微微的这么一转身，脸冲里翻了个身，紧接着轻微的鼾声又起来了，接茬睡。刘备这半条腿刚迈起来，哎，把袍子一放，照样插手立于阶下，还在这站着。又站了多长时间？又一时，俩小时过去了，前面近一时，将近两个小时，这回两个多小时过去，前后加在一起四个多小时。列位够巧的，刘备我刚才跟您说了年近半百，我今年四十，刘备比我大七岁，就这年呢，我说的是这个时候啊，建安十三年春，刘备四十七岁，诸葛亮二十七岁，刘备比诸葛亮大二十岁，四十七了，年近半百，快五十岁的人了，您让他站四个多小时这么站着，而且刘备不倚不靠站在人家堂下台阶底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恭恭敬敬，不倚不靠，您说靠着点柱子，靠着点门都没有，或者干脆一撩袍往台阶这一坐，把手机掏出来看看朋友圈，刷刷微博，等着先生，再不行往台阶这儿打一盹儿都没有，就这儿插手立于堂下，双目微合，刘备也有点养神的意思，在这儿站着站两个多小时，刘备就已经腰酸背痛，四个多小时过去，这刘备站不住了，快两只手扶着自己腿，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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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浑身颤抖啊！您不要说刘备了，你就说我吧。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刚毕业，棒小伙子，年轻力壮。一上课，最多的时候一周二十四节课，每节课四十分钟，两节课连堂，堂堂堂堂堂九十分钟。所以天宇兄给我这儿安排两场九十分钟，跟我上课一样，连堂，中间有课间休息。就这意思，所以我特别的适应，最多的时候一天排六节课，不能再排了，学生上满了也就七节课，我一口气上六节课，三十岁以前根本不坐着，永远站着。我很佩服一位先生叫叶嘉莹，今年大概八十多岁了，讲古典文学，讲诗，八十岁的时候讲给观众讲诗歌，他也说了，我做了一辈子老师从来不坐着，永远都站着，我挺佩服的。您八十了，可是我三十多岁以后我就发现我站不住了，
上六节课，前三节还可以，照样，那舔胸叠肚，满弓满吊，当当当当当当当，到后三节课，下午这两节课就坏了，就要站不住了，腰酸背痛，就得找椅子坐一会儿。那刘备47了，站四个多小时，腰酸背痛，腿抽筋的，很后悔从新野县出来的时候忘了补钙了，多吃点钙片好不好？刘备站在这儿，双手扶着膝盖，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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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硬撑着，小童儿都看不过去了。皇叔，通报一声吧。刘备一摆手，不要打扰先生。诸葛亮在堂上睡四个多小时不醒，要我说，装的，多坏这些。这年轻人考验自己的领导，就这么考验。那四个多小时真睡着了吗？没有，诸葛亮也演戏呢，隔着这层帘子，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敬贤之心。所以诸葛亮这装蒜，那刘备更会演戏了。都说诸葛亮聪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诸葛亮给谁卖命？给刘备卖命。刘备能把诸葛亮玩得团团转，一辈子为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刘备多聪明啊！那刘备多会演戏，更会演了。所以君臣两个人隔着这层竹帘，一个在堂上，一个在阶下，都演着各自的戏。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敬贤。刘备在这站着，诸葛亮在堂上，这会儿功夫四个多小时过去，搁现代话说下午四五点钟了，红日西斜，黄昏时分了，诸葛亮在堂上脸冲里轻轻地出了一声，刘备在台阶底下听得清清楚楚，哎呀，先生醒了。刘备赶紧站直了身子，整理整理衣服，满以为诸葛亮醒了赶紧起来，没有，诸葛亮面冲里没动，叹了这么一声，口中啊吟诗，大梦睡仙君，平生我自知，草堂春水足，童儿有俗客来访否？多坏！醒了不马上起，躺在里头面冲里还吟诗，吟诗还耍腔，慢悠悠啊！吟完这首诗还不起来，还问这小童儿：“门外有俗客来访否？”这刘备站在台阶底下听得清清楚楚，听得多扎心呢！我就是那俗客呀。我在这站快五个小时了，您赶快起来吧。小童儿在旁边一看，啊，先生，皇叔在此侍立多时了。诸葛亮一听，赶紧坐起身形，用手一指这小童儿，皇叔到此侍立多时，何不早报，容我更衣。站起身形，一转身奔后堂换衣裳。刘备本来撩袍迈步上台阶，满心欢喜，先生醒了，问了吗？有俗客来访否？我就在这儿呢。刘备撩袍一抬头，哎，没了。
换衣裳去了。刘备把袍子一放，退回来往这儿一站，又等了半个时辰。诸葛亮漂亮啊，讲究仪表，那初次见自己的领导，那得打扮得好看一点，所以进去换衣裳，又换了半天。换好了衣服，诸葛亮从后堂迈步走出来，小童儿一打这竹帘，八搭帘笼这么一挑，诸葛亮轻摇羽扇，迈步从自己堂上走出来，刘备站在台阶底下，抬头这么一看，呀，刘备现在叫激情四射，那眼中都放光啊！见一次见不着，见两次见不着，见三次，让我站五个多小时，我终于见着了。小童儿，吧嗒这么一挑这帘子，诸葛亮迈步从堂中走出。刘备一看，这位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鼻直口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大耳相称，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帅哥啊，哎，要照快照。所以您看，说书人这把扇子可以千变万化，打一半这就是羽扇，往胸口一放，您看唐国强先生演诸葛亮拿羽扇永远扇胸，没有能拿羽扇这样扇的，对吧？要扇这儿就坏了。我跟您说啊，西凉女国那姑娘可不错，这是扇这儿的，对吧？哎，诸葛亮拿扇子扇胸口，文扇羽扇，诸葛亮身高八尺，我这差一点，我得站这儿，够八尺了大概。汉代尺呢，0.231，哎，或者是到0.236、0.237，它这个有误差，那等于现在0.23米吧，那一尺等于0.23米，诸葛亮身高八尺，一刨去误差，大概就是1.84米到1.85米之间，大高个儿，这个头就在这儿，比金城武那高多了。金城武就长得帅而已，是吧？那诸葛亮个头在这儿，长得又漂亮，面如冠玉，而且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很多说书先生说飘飘然神仙气概，我都不这么说，我按照嘉靖本跟您说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就是活神仙。在刘备眼中，第一次看见诸葛亮，那就是活神仙一样，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气质夺人。这人和人的气质千差万别，那您看同样是谋士，后来说那谋士就差得多了啊。凤雏庞统，然后听，哎，你要听我说三国演义，我形容了他这肤色，面如紫茄的皮，还是磨砂茄的皮，没亮，乌了巴秃，塌山根，翻鼻孔，这鼻子眼冲上，下雨直存水。最重要的是，这位庞统不修边幅，吃完了喝完了，喝酒喝多了吐，吐完了身上一抹，好几个月也不洗。那诸葛亮太注重仪表了，您看什么时候诸葛亮出来，永远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所以诸葛亮转入后堂，换好了服装，迈步走出堂外，那刘备看见诸葛亮前面积蓄了那么多的情感一下子迸发出来，这叫激情四射，您别往歪处想啊。而且现在的刘备就如同西游记里面孙悟空遇到一个磨难永远也过不去，突然之间菩萨来了，就跟那个心情一样。刘备现在看诸葛亮后面就是光环，刷刷放光，满心的喜悦呀！哎呀，刘备迈步上前，深施一礼，
汉是莫昼卓俊迂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两次进谒未得一见，今日特来拜见先生。刘备恭恭敬敬一一到地，诸葛亮用手相扇，哎呀，将军，将军免礼。亮，不过南阳野人，吕蒙将军罔顾，不生愧难。您看，这就是读书人说话文雅。我呀，隐居南阳隆中这么一个野人，普通老百姓，您大汉皇叔连这回三次了，吕蒙将军罔顾，不生愧难。您来看我这么一个平民老百姓，我很惭愧，惭愧的我脸都红了，就这么个意思，不生愧难。刘备一看，先生，前者已书贱名于文姬，未审先生得拦否？我上次来啊，给您写了封书信，把我的名字留下了，您瞧见我这封信了吗？诸葛亮一点头，哎，诸葛亮看见刘备这封信，而且刘备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要让我说，刘备三顾茅庐第三次，之所以诸葛亮愿意见刘备，很大的功劳在于刘备这封书信。如果第二次没有刘备这封书信，诸葛亮很可能效仿那位东郭野人，让刘备来五次。啊，但是第二回刘备写了这封书信很重要，刘备写的很恳切。你要看三国上《三国演义》上面二顾茅庐，刘备这封书信原文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司隶校尉领豫州牧刘备，遂经两番相谒先庄，不欲空回，惆怅样样不可言也。妾念备汉朝苗裔舔居皇叔，滥当点郡之阶，直系将军之列，辅佐朝廷灵替，纲纪崩摧，当群雄乱国之时，恶党欺君之日，被心肺俱酸，肝胆激烈，虽有匡济之忠诚，乃无经纶之妙策，杨起先生仁慈恻隐，忠义慨然，被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可求一见而不可得，再容补日斋戒熏沐，特拜尊严，启垂殿览，鉴察性性。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几日，被顿首。刘备写这封书信告诉诸葛亮，我刘备是汉朝的苗裔，大汉朝姓刘，我刘备也姓刘，但是我眼看着大汉朝天下分崩离析，朝廷倾颓，奸臣窃命，我很焦急，我希望重兴汉室，虽有匡济之忠诚，乃无经纶之妙策，但是我没有回转乾坤的好办法，而您忠义慨然，我希望您呢能够施展您的才能来帮助我，我来了两回没有看见您，我写这封书信请您呢仔细读一读，明白明白我刘备这颗心。那诸葛亮读了这封信，被刘备所感动，所以才有第三次能够和刘备见面。那么刘备一见诸葛亮也提到这封书信，我写的这封信您看过没有？诸葛亮点点头，将军啊，您这封信我看过了，不过亮南阳野人年幼才疏，不能治事，有误将军下问。您来问我，我是个年轻人，种地可以，您问我别的我不懂啊。诸葛亮很客气。刘备一听，哎呀，先生，徐元直、司马德操之言岂有虚谬，望先生不弃鄙薄，取次教诲。徐元直和司马德操都向我推荐您，
您不要嫌弃我呀，您好好的教给教给我，教导教导我。诸葛亮一听啊，哎呀，元直得操，解当世之大贤，亮不过一更夫耳。皇叔，弃美玉而救顽石，弃鸾凤而救燕雀，物之在物，谬赏矣。您呢，错了。徐庶、徐元直和司马德操，那才是真正的当世大贤，有才能的人。您要问，应该问他们两个。我不过是种地的一个农夫而已，您怎么问我呢？将军，请堂上待茶。诸葛亮羽扇一摆，把刘备让到堂上。前面都是客套话，见了面，诸葛亮先用这些客套话来搪塞刘备。我是年轻人，我是种地的农夫，我没有才学。把刘备让到堂上，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是东汉末年的故事，没有这样的椅子。现在中国人坐叫垂足而坐，那个时代叫跪坐，席地而坐。所以您看，中国人的很多语言都来自于这样的生活习俗。比如说，我们说主席，习主席，对吧？可是英文就没法翻译了，英文就叫 chairman， 就是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男人。古代人没有椅子，席地而坐，给最尊贵的人留下一个位置，让他坐在那里，那个就叫主席。每个人座位下面有一块垫子，那个就叫席。这个屋子里面铺一大块垫子，这个叫筵。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都是从这儿来的。中国人说出席会议，一席之地，席位，都从中国人这种生活习俗来。唐宋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尤其宋代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垂足而坐，坐高椅子，小腿冲下。我现在说这故事，诸葛亮和刘备见面就应该是跪坐，两个垫子，膝盖着地，小腿冲后，臀部往自己的后足跟上一坐，这就叫坐。那什么叫跪呢？臀部离开您的后足跟，上半身挺起来，膝盖着地，小腿冲后，这个姿势就叫跪。只要你臀部往下一放，这就叫坐。永远不如咱们现在这个姿势坐得舒服啊！但是古人以这样的姿势最礼貌。为什么？您必须得知道，汉代的时候内衣不发达，您要是席地而坐，还双腿叉着，腿冲前，这有走光的嫌疑啊。所以古人为什么说一定是袍襟压在膝盖下面，拿自己的腿把自己的袍子压住，往这一坐，这是最礼貌最尊敬的姿势。你要看古代的文章里面，古人很讨厌的，很不能接受的一种坐姿叫积居而坐，就是臀部着地，腿冲前，像簸箕一样这样坐着，这是古人认为最不礼貌的一种坐姿。那么诸葛亮羽扇一摆，请皇叔堂上待茶，两个人分宾主而坐，您脑子里面就想象了，就是席地而坐。小童儿献上茶来，其实这个时候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茶，但是小说演绎咱们就这么说。小童儿献上茶来，刘备喝了口茶，诸葛亮也喝了口茶，把茶杯一放，诸葛亮羽扇轻摇，这才进入正题。将军，将军书信昨日我已看过，足见将军忧国忧民之心呐。不过刚才我也跟将军说了，亮不过是一更夫，有误将军下问，您呢不要问我。诸葛亮和刘备的对话，您要看他用的这个技巧呢，就叫三番四抖。前面几番都是推，用各种各样的客套话来推，等到最后才把自己的意见要说出来。这个时候还是客套。刘备一看，我已经见到你了，我不能再跟你客套了。刘备很正言厉色，
先生，被以为有才能的人学好文武之业，应立身行道于当世，扬名于后代，所谓扬名声显父母，此所谓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治君尧舜之道，此所谓忠也。而将军，而先生您怀抱如此之大才，甘老于林泉之下，先生恕我直言，先生您有失忠孝之道吧。当初孔夫子周游列国，教化万民，望先生不弃备之于鲁，赐我以良策。您好好的教育教育我，开导开导我，您不要嫌弃我，您要效法当年的孔夫子，教化万民，您来教育教育我，帮助天下苍生。刘备正言厉色这么一说，诸葛亮也不再客套了。诸葛亮羽扇轻摇，上上下下看了看面前这位大汉皇叔左将军宜城亭侯。将军，将军欲文欲论，亮愿浸泡于中，不过亮愿闻将军之志。你打算听我的见解，我可以说，我把我的见解都告诉你，但是我要听听将军你的志向，你先说说你的志向。愿闻将军之志。刘备一看，瞧了瞧这个堂上旁边有伺候的小童儿，刘备看了一眼这小童儿，再看看诸葛亮，欲言又止。诸葛亮明白，羽扇一摇，这小童儿很懂事，赶紧转身出去，屏退了左右。草堂之上只有诸葛亮和刘备相对而坐。刘备再次施礼，先生，备念天下之苍生，如今朝廷凌替，纲纪崩摧，致使主上蒙尘，百姓涂炭，备虽不才，欲伸大义于天下，重兴汉室，但是愧无良策，以致困顿至今，不能杀贼立功，不知先生有何妙策，即将安出啊。刘备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和他书信里面的那个感慨是一样的。我刘备虽然不才，欲伸大义于天下，我的志向就是重兴汉室。为什么说诸葛亮看了刘备的书信之后愿意第三次就见刘备？道理也在这儿，诸葛亮和刘备的心里面永远有一个复兴汉室的情节。所以刘备的书信再加上刘备当面说出来自己的心事，欲伸大义于天下，重兴汉室，救民水火，诸葛亮很感慨，面前的这个皇叔和我自己的志向是一样的。那么诸葛亮点点头，羽扇轻摇，将军，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为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今操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待天所以自将军，将军岂有异乎？
益州险色，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殷志已成帝业，今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及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精益，保其严祖，西河诸戎，南府一月，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渊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担此胡将，以应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好，没有小抄。在座有新听评书的朋友，我就跟您多说一句，听评书一定要听现场。您说在广播里面听过评书， MP3 里面听过评书，都算作假。为什么？我录过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大录音室，大空屋子，就一个麦克，然后编辑坐在外头，隔一玻璃窗冲我一摆手，然后我就自己冲着麦克嘚不嘚嘚不嘚不嘚开始说。我基本上是可以不看东西，但是录音的编辑就跟我说，大部分说书人在这儿在电台里录书都是拿着书，比如说说三国演义，您都能听见翻篇的声。所以您说您在电台里面听过三国，那这位只在电台里面说过三国，不在现场说三国，那我也得说他不会说三国。鄙人在现场说了130多回三国啊，虽然没说完吧，但是我可以很骄傲地说这很不容易。那而且有些说书人在扇子上做文章，把那原文抄在扇子上，假意的，其实是念的，我这都没有。刚才那个学生那个问我，您这扇子是白的呀？对，这上面什么都不写啊，要写了就有作弊的嫌疑。那刚才给您背的不是三国演义原文，是三国志的原文。一般说书人说的都是三国演义的原文，但是呢文字上多少有点出入。我说的这个呢，三国志的原文您一听和三国演义有一点点区别，但是意思完全一样。三国志上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三国演义上怎么说呢？说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您就听出来文字上多说少少有一点点出入，但是意思其实一样。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董卓进京，那刚才跟您说了，三国演义时常是作乱，张让赵忠封叙段归曹节侯览简硕成况夏运郭盛十个太监，没有小抄。你说没事记太监名干嘛？那但是这么多年不说了，这个太监名字还记着。那对，这一般的时常是很多人都不记得他的名字。这十个太监作乱其实很容易铲除，用曹操的话，时常是作乱一立足足矣，一个看监狱的牢头就把这十个太监就给处理掉了，不用这么费事。但是何进无谋引董卓进京，天下大乱，干戈四起，军阀割据，占州的占州，占郡的占郡，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所以诸葛亮看见刘备满怀忠诚向自己问计，诸葛亮尽抛于衷向刘备说出这番话，这就是隆中决策。这一番话您要让我说，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这一个中心就是联吴抗曹，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定下的基本国策，永远不能改变的。一旦改变了，一旦不听从诸葛亮的既定的基本国策，刘备就要吃亏，就要打败仗，就是联吴抗曹。所以诸葛亮隆中决策的最重要的这一个中心，联合孙权，联合东吴，抗击曹操，四个基本点。你要让我说呢，头一个，诸葛亮告诉刘备，曹操你不要惦记了，就光这一句话
就光这一个观点，刘备那就是茅塞顿开，给刘备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刘备在此之前他永远的敌人就是曹操，而且他永远和曹操打仗，只要积蓄一点力量就和曹操干仗，积蓄一点力量就和曹操干仗。因为刘备想，我是大汉皇叔，我姓刘，曹操是汉贼，挟天子令诸侯，所以刘备有一点力量就跟曹操打，有一点力量就跟曹操打，但是永远打败仗。可是诸葛亮一见面先告诉刘备，曹操你不要惦记了。所以诸葛亮这第一个基本点就是告诉刘备曹操现在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城不可与争锋，他真的不能再和他打了，此城不可与争锋。这对于刘备来说完全是一个大破，把自己的观点全部打破，哪儿听这个去，花60值了，是不是？刘备来三回值了。为什么这回要说三顾茅庐？这是第三回了，成书馆开业第三回了，我把三顾茅庐搁在这儿了。那刘备也是醍醐灌顶一样，哎呀，如梦方醒啊，我不能和曹操打了。接着诸葛亮话锋一转，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第二个基本点。什么意思呢？江东的孙权你不要惦记了。那刘备一听，哦，曹操也不能打了。那刘备本来心里面听着诸葛亮这个话，刘备听的时候不用解释，现在的观众呢，您听完了以后可能还得反省一下，因为他是文言。刘备当时听的大概他很明白，诸葛亮随说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有动作，诸葛亮一说，那曹操现在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城不可与争锋，说到这儿大概刘备心里就想了，哦，曹操不能打的，那我打孙权去，那我惦记江东去。紧接着诸葛亮就告诉你，江东啊已经三辈儿了，从长沙太守孙坚、小霸王孙策到现在孙权，父子三代扎根于江东六郡，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有长江之险，很难攻打他，而且老百姓的人心依附，人家在这儿父子三代很久了，民心归顺，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手下谋臣武将有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愿意为孙家卖命。诸葛亮告诉刘备，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你必须把孙权当成援手，但是你不要惦记他，你不要打他，他的地盘你拿不过来。所以先破了两个，曹操不可打，孙权不可图，然后刘备就陷入无里无中了。啊，那我打哪儿去？曹操也别打，孙权也别打，那我还照样阿巴拉顾，我哪儿流浪去？那孙权那儿没法惦记了，那去哪儿呢？紧接着诸葛亮话锋一转，荆州北据汉沅，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待天所以赐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两个地方你不用惦记了，你应该惦记哪儿呢？你应该惦记荆州刘表这个地方，荆楚之地。这个地方北据汉沅，有汉水，这个汉沅呀两个源头都源自于陕西，这两个源头最后汇合到一起称为汉水，没汇合之前一条叫沅水，一条叫汉水，合流之后称汉沅，其实就是现在的汉江。那么诸葛亮告诉刘备，荆州北据汉沅，北边有汉水，
历尽南海，到南边可以到达海边，东连吴会，往东可以到达吴郡和会稽郡，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一带，西通巴蜀，巴蜀之地现在成都重庆四川这一带，所以这个地方交通便利，东西南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此用武之国，谁都想惦记这块地方，但是非其主不能守，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主人，有能力的主人才能守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刘表守不住这块地方，此待天所以自将军，这是上天留给你刘备的，将军岂有异乎？你有没有心思把这片地方拿下来？刘备一听，我想拿呀，不好拿呀。紧接着诸葛亮又说出第四个基本点，告诉你，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智能知识，思德明君。益州就是现在四川这一带，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但是现在镇守益州这个刘璋昏庸懦弱，他也守不住这个地方，而且他的北边有张鲁时时刻刻要夺取益州，民因国富，老百姓生活很好，国家很富足，但是作为君主，作为主公，这位刘璋暗弱无能，不知体恤民情，智能知识有才能的人都渴望有一位英明之主来领导他们，思德明君。那么这位明君是谁呢？诸葛亮用羽扇一指刘备，将军即帝室之胄，你呀，大汉皇叔，汉献帝升偏殿亲自磕头拜你，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和你相比，也有皇叔，但是没有你这样的尊荣啊，你是正经的皇叔，别人大概有山寨的皇叔，你这是皇帝亲自拜过查过家谱的，将军即帝室之胄，你是皇族，信义著于四海，你的名声又很好，讲信用讲义气，普天之下无人不知，这就是将军即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你手下有关张赵云之勇，你有三次来拜访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民，来向我问计，思贤若渴，如果您跨有精义，保其严祖，西河诸戎，南府一月，您能够拿下荆州，拿下益州，占据这两个地方，保其严祖，严祖就是贤祖，跨有精义，保其严祖，西河诸戎，南府一月，安抚好西南的少数民族，然后外结好于孙权。诸葛亮再次提醒刘备结好孙权，孙刘联合抗击曹操，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国家你治理好，然后诸葛亮说了，天下有变，您就等着吧，如果您把前面这些事都处理好了，您就等着什么时候天下发生格局发生变化了，将军一支兵从荆州奔渊洛，渊呢写出来宝盖这个字呢，京戏啊很多说书人呢都念宛，占宛城，其实是渊，那么渊洛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南阳这一带，那么诸葛亮告诉你，从荆州一支兵往北奔河南南阳洛阳，然后呢从益州一支兵已出秦川，两路夹击可得中原，那么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单似湖江以迎将军折乎，谁敢不拿着饭拿着粮食拿着水来迎接王者之师啊，来迎接您呢，诚如是，如果真做到这样了，汉室可兴，霸业可成，大事可定，这就是诸葛亮家国梦想，
告诉给刘备，刘备一听叫如雷贯耳，醍醐灌顶的想法。但是您要让我说，诸葛亮的隆中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诸葛亮隆中对的版权应该有争议。为什么呢？诸葛亮的隆中对很有名，因为在诸葛亮之前还有一个人说了一番言论。如果说诸葛亮和刘备是在隆中决策，而那位和自己的领导是在榻上决策，两个人把那个榻拼在一起，摆上酒来对着喝对着谈，所以呢诸葛亮和刘备叫隆中决策，那二位的叫榻上决策。而且那二位的这个决策呢在诸葛亮的决策之先。那么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鲁肃鲁子敬。大家都知道江东重要的一位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就是鲁肃。鲁肃当年由周瑜引荐给孙权，鲁肃一见着孙权，孙权就把鲁肃单独留下，所有的臣子们都散去，把鲁肃单独留下，把榻一对，摆上酒来，孙权和鲁肃坐在榻上，孙权就问鲁肃：我欲效当年齐桓公晋文公成就一番霸业，就像当年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尊奉周天子，我呢尊奉大汉天子，然后成为一方霸主，你既然来投奔我，你有什么主意没有？孙权问计于鲁肃。那么鲁肃的回答是什么呢？您呢做不了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当年汉高祖一直想尊奉义帝，但是永远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有项羽从中作梗。如今的曹操就像当年的项羽一样，所以您现在不可能再建立什么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了。然后鲁肃就说了一番话，说肃切料之，汉史不可复兴，曹操不可足除，妾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规模如此，义字无嫌，何者？北方成多物也，因其多物，剿除皇祖，进伐刘表，尽长江之极，聚而为友，建号帝王，此高帝之业也。这是鲁肃当年在榻上给孙权出的主意。您要听，您可注意了，鲁肃说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比诸葛亮还要高明。为什么呢？鲁肃告诉孙权，汉史不可复兴，您要想再尊奉大汉天子成为一方霸主再复兴汉史，不可能。这是鲁肃比诸葛亮高明的地方。而诸葛亮一生的悲剧都在永远要复兴汉史，永远要扶持大汉皇叔刘家天下，而鲁肃没有这个约束，一见着孙权脱口而出就告诉孙权汉史不可复兴，你不要想复兴汉史了。而且重要的还有一句话，曹操不可足除，你想把曹操灭掉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办到的。那么和诸葛亮隆中决策的这个观点很接近。诸葛亮告诉刘备也是，曹操现在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城不可与争锋也。大家都认识到曹操是一个重要的劲敌，而且都不可能马上除掉。而且鲁肃告诉孙权，妾为将军计，我为您考虑，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祸乱、祸患、变化，您只有牢牢地站住江东这片地方，然后随时观察天下的变化，即使就占据江东这片地方，
规模如此，意字无闲，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就占据江东六郡的事业也已经很可以了。如果再有可能，现在北方很多事情，北方城多物也，因其多物，因为北方多事，他们顾不上江东，顾不上南方，您趁着现在的机会剿除皇祖，把江夏的皇祖灭掉，进伐刘表，把荆州的刘表灭掉，敬长江之急，据为己有，您把长江南北两岸全部占据，然后登基做皇帝，建号帝王，那此高帝之业也，这是当年汉高祖能办的事，您就应该这样，这是当年鲁肃的踏上决策。而且鲁肃说这番话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建安五年。列位，您说版权在谁那儿？诸葛亮隆中决策是建安十三年春，整整七年之前，鲁肃和孙权踏上决策，说的和诸葛亮的观点几乎非常接近，啊，曹操不可除，然后占据一方，以图中原，啊，而且您要看《三国志》上有一个小小的批注，说鲁肃听说刘表死了，立刻劝孙权占据荆州，因为这个地方是帝王之资，他告诉孙权，你能把这个地方抢下来，这是当你将来你能够成为一代帝王的一个资本，这和诸葛亮的见解也一样，占据荆州。而且鲁肃奉孙权之命到荆州来吊孝，见刘备顺说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鲁肃第一次见到诸葛亮的时候，鲁肃跟诸葛亮说了一句话，说我子于有也，我呀，是你哥哥诸葛子于诸葛瑾的好朋友，套词嘛，对不对？第一次见面，我是你哥哥的好朋友啊。那么这个话你要是按照线索找，鲁肃和诸葛瑾是同时来到孙权帐下的，成为孙权的谋士，两个人又是好朋友，那么鲁肃的见解很可能通过诸葛瑾已经很早的传递到诸葛亮耳朵里面，那或者说英雄所见略同都有可能，这个历史有迷思啊，我们说书人没有办法去分析它了，诸位在座的您可以去分析它，但要我说，三国演义整部三国演义里面真正能够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不是周瑜，不是庞统，只有鲁肃，两个人的观点非常接近，而且有些地方鲁肃比诸葛亮还要更高一筹。那么诸葛亮跟刘备说出这番隆中决策，点首唤小童儿，童儿将画图取来，小童儿把画图取过来往堂上这么一挂，诸葛亮用羽扇一指身后的画图，又说出一番谈论，那么这番谈论是什么呢？谢谢诸位，咱们下周接演。